白菜水饺。哎，这行了，行了。不是，他流鼻涕了。他是不是有点感冒了？真的，小狗也会流鼻涕吗？那怎么办呢，妈妈？让妈妈问问养狗的朋友看看。你的手机在哪？我现在就给打。妈妈，我来。好，阿姨，就是我们家小狗流鼻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，那它有点发烧了。会不会死掉呀，阿姨？不会的，那你给它少吃点，没事。好的，谢谢啊。小狗撒尿了，小狗撒尿了。那你赶紧打扫吧。哎，行了，哎，你轻点啊，你这不擦到我们地毯上了吗？你看小狗撒尿了，就大概知道他自己做错了。没事了啊，小狗，我给你擦，自己洗洗手啊。小狗狗，好的的，汪汪汪汪，嘿，婷婷。别叫我看见那个破狗啊。狗呢？啊，无语了。没事了啊。